反手后场如何发力。错误动作，拍面平行地面引拍，没有旋转小臂，无法正确发力。正确动作，拍面垂直地面引拍，旋转小臂，运用外旋发力击球到位。引拍抬肘，拍面和地面保持垂直，拍子切上去直到眼睛位置，翻转小臂和手腕击球。